死吧，我的短袖怎么都没了？爸，在那呢。嗯，哎呦我的妈！我早上都帮你洗了。今天天气这么热，我等下要出去，你让我穿什么？爸，你别激动，我马上给你做一件。你最好能做好，不然有你好看。这还不简单，看我的吧。哎呀，爸，我做的衣服怎么样？真不错，有两下子。你不是要出去吗？我去准备一下。还挺合适。哎呀，真是合适。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